好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芒棋啊，草字头底下一个芒，然后棋草字头下面一个棋啊，芒棋。那这个药啊，它的药性比较苦涩平啊，有清热利尿啊、化痰还有止血的功效啊，大多用于是肺热咳血啊、尿道炎、膀胱炎、小便不利、水肿啊、月经过多、血崩、白带。外用呢可以治创伤出血、跌打损伤、烧烫伤啊、骨折，还有蜈蚣咬伤啊。像化痰止血啊、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、妇女跌打损伤啊，还有就是说通淋。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它该怎么用药和它的一些配方啊。就是内服呢，我们用来煎汤9到15克之间，或者研磨啊。然后外用呢要适量，就用鲜品或者研磨敷，或者是鲜品啊。然后像治妇女血崩啊，用芒棋、幼芽或者夜金心，那就是它的那个水部，就是说像这样子啊，就是把它裂开，然后呢里面用药是用在里面这部分啊，用它外面有一层皮裹的，然后用药呢就用里面这部分啊，然后呢就是研磨透以后，就是把它用火烧得干以后，就研成膜，然后每次啊用2至5钱，或者就是跟加一点酒然后服啊。然后在闽南民间草药里面讲说，哎，治妇女白带啊，芒棋金心还是在里面，还是用的还是这个芒棋的内部啊，里面有这么一个它的那个心啊，心境，用芒棋心境4到5钱啊，然后龙眼肉1至2两，冰糖1两，然后酌冲水炖服，就是说用水炖在用水来烹啊，然后来用。然后以上呢是我对这味草药芒棋的一个解释。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民间的记录啊，在福建民间草药说啊，活于止血、利尿解热啊。然后在陆川本草里面讲的是止血生肌、行气，还有治刀伤出血，还有就是伤口溃烂，还有散气。然后呢在湖南药物志里面讲啊，它的叶捣烂以后可以治蜈蚣咬伤。那闽南民间草药讲，哎，治妇女白带，芒棋静心4至5钱，龙眼肉1至2两啊，然后冰糖1两，酌水炖服啊，就是说用水来炖，然后以上的就是龙眼，还有冰糖，还有芒棋的静心啊，里面这个心就炖服，可能炖30分钟左右啊，然后治尿道炎、小便涩痛不利啊，芒棋的叶柄中间的白心1两，然后水煎服。然后治火烫伤呢，芒棋静心烧至灰，就说把它里面这个把这个里面这个小静，就是那个小心呢，静心呢，调拿用火来烧，烧到成炭质，要把它研磨成末，然后敷在那个烧伤的地方啊。那治汤火伤啊，就是芒棋金心，然后烧灰研磨，然后用桐油调整，然后就是用桐油跟桐油一起，然后混在一起，然后敷在那个伤口处啊。然后民间草药啊，就是福建民间草药还讲啊，治外伤出血，芒棋的幼芽捣烂，然后敷在那个伤口的地方。闽南民间草药讲呢，治疮痿，然后芒棋叶好，丙烧纯性，插入尾管内，每天1次啊。然后湖南草药志讲的是治风疹瘙痒啊，先芒棋，然后煎水洗啊。这就是一些它的能治理的一些症状。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芒棋啊，要用法用量还是它的一些处方，我都已经跟大家讲清楚。然后呢在还是建议大家在专业人士下使用才行，而且芒棋呢要适量用，因为它含有一定的毒素在里面，它是会有副作用的，要是用不好会有副作用啊。然后呢本期视频我们先讲的就是这些，然后有什么不懂下方评论，我们会一一为大家解答。然后呢这是芒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